睡醒中国，带你看遍中国大街小巷。我是安妮婷婷，我在杭州已经生活了第八年。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它给了我提供了工作机会，也带给了我想要的生活。在杭州的生活让我感觉不紧不慢，让人感到舒服且乐此不疲。毕业以后，我从事于电商工作，主要做女装。这里是杭州非常有名的四季青市场，有非常非常多的服装城组成，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来这里进货啊，或者买衣服。我现在选择的这个是中心服装城，它这里的衣服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适中，非常年轻时尚。我在市场里挑选我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拍照上传到网络上，全国各地的人看到就会来购买哦。这个多少钱？90，戴围巾的。戴围巾这个，90戴围巾。中国人特别喜欢，就是中国红，过年的时候恭喜发财，这种味道特别有，这个要不就来一件。这个工作可以让全国各地女生们都可以很方便地购买到自己喜欢的衣服，也可以把我觉得我认为的美好传递给其他人。现在已经进完货了，我要把这件衣服拿回家先试穿一下。这一件是我一眼就看中的一件仿皮草，它的毛很漂亮，是那种绿色，好好看哦。一件短款的，就差不多高腰的，然后它上面一些小字母就会让你觉得很特别，然后你穿一个高腰的或者牛仔裤啊，可以露点腰，就会很性感，然后又很休闲的感觉。如果我穿上身都不好看的话，那这些衣服就要淘汰掉了。有的时候我直接会在家里面对着镜子直接拍衣服，很多人喜欢这样的拍摄方式，觉得非常自然和真实。在杭州有千千万万和我一样做着电商这个职业的人，我非常喜欢杭州这个城市，充满了年轻和活力。在这里我找到了我喜爱的工作，拥有了更好的生活，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我爱杭州。